科学小四，你播就播，你的为什么要上直接对着我？这是林思义的直播间，再扣扣，有镜子了，再扣扣，越扣越高。趁现在没人，我不扣这儿了，这儿让我扣破了，我再扣扣这边，头皮屑都扣出来了，没有，没有头皮，要扣扣。迎门又来了，薅一薅。赵不是赵月的吗？ Hello， 欢迎来到小四的直播间，不对，欢迎来到赵月的直播间，我是赵月。大家好，我是赵月。我额头也没有这么。大家好，我是赵月。额头再高一点啦！拿两根毛挡一挡。大家好，我是赵月。你这谁啊？邓超啊？你谁啊？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对啊，我眼睛变大了呢。你看这旁边这个人小眼睛谁啊？他是小四，我是赵月。啊，我们正常角度，哎，怎么有点花呀？我水开了吧？去看看吧。对，我又来了。至少我还有梦。也为你而感动，原来黎明的起点就在我的心里面，至少还有梦，就会看到彩虹，自我的天空。挫折和离别不过是家人的眼泪，过了多年之后，我才哭哭哒哒哒哒。Happy Boss。你已经长大了，快告诉全世界，外面的世界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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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锤子还不开？不知道，芒果台还没放呢。哦，对，我想把我的 iPad 准备出来。对，先准备好吧。你都没有电视机吗？我在偷偷直播。哎呀，进门的你家四儿不在这儿啊。直播看黑龙纹，在无尽的黑夜，所有都快要毁灭，至少我还有梦。四四在唱摇滚了，为你而感动，要是今晚没有就丢人了。对，就把你丢出去丢人。说的就是你。哎，是人的，我们就来丢个人试试看，丢个人。哎，现在在播《人民的名义》，一块看吧，小四同志，赵月同志，先看这个预热是吗？还有半个小时，看看预热，先看看《人民的名义》预热，正在直播着。随便说这么一句，你要认真，郑董事长吧。老西服特别逗，都很可爱。说完了吗？你怎么想的？你要是不想干，直说，那咱们就不干，真的。郑总，还没到点呢。别听你爹的。等着呢、啊，跟我谈，我说了算啊。马叔，咱们的合同上写的可是清清楚。戴萌住的地方还你近吗？戴萌和我住的地方稍微有点距离，有一点，有一丢丢距离啊。嗯，对，我就有钱，我拿矿泉水给你烧面吧。哈哈，你下回拿巴黎水给我烧面怎么样？拿巴斯给你烧，巴黎水，那烧巴斯给你喝，过分了。要做中国制造，要做中国的骄傲。看这批衣服呀、啊，都是我们花大价钱专门请高级时装设计师定做的。哎，对，来，小兰，你看啊，正在给你们会长烧饭吃。这位就是我花巨额聘请来的国际著名服装设计师克雷大小姐。现在吧，现在等会儿看这个，嗯，等会儿开半个小时呢，我就先看一下。是道不同，相遇不同。怎么个道不同法？还不到半个小时。水也没开，好气啊！义乌阿姨在正华口子应该留辈子了，眼前的这些是非曲折，都说你在跟我住。你可跟我一说呀、嗯？没有跟我住，对，我只是经常来而已。对，睡还是回去睡？你是搞得人家死穴上去了，人家才会这么整。我今天晚上出来，我也不知道哪一集，反正今天晚上。对，我们都很期待。我们 staff 告诉我的。我现在电话。对。实际上我也不知道我在哪儿出来。要丢人的话，也是先把史大夫丢出去。阿黄简直了，明天不造我们去，都不在，明天都不在。好的，我明白了。
为什么他一卡一卡？克林呐，这是克林。他这个直播的那个，因为是算收视、算电视的嘛，那会有点。我们这保护总也成什么著名时装模特了，还改一名叫什么宝丽丽。哎，我说媳妇儿啊，干嘛不用真名啊？是不是随时准备溜之大吉呀、啊？妈说，来，妈当经理。我干，我们阿尔法信息公司不跟你们新大风公司合作。别！我单方面撕毁合同。爸，除非你把这位搞破坏的老同志给我赶走。爸，搞破坏老同志。您还是什么意思、啊啊？什么玩意儿？就不能有个艺名？我上这个，我到现在还没学呢。这样，我看心里是根本就没相信过咱俩。又耍赖是吧？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也不想受这种委屈。要不然，我们就溜之大吉吧。好，做人呐，得有骨气。啊，那不够吃吧？那我先下两口。我建议新大风公司立刻召开股东大会，开除这位姓郑的董事长，他很有可能是居心叵测，他应该是别的公司派入你们新大风内。相信自己好吗？哎呀，过分了，过分！陈老师，那咱们就开股东大会吧。王明，你玩真的？这股东，他这个是四人。我先退出去了哈。我退出去看看别的。玩小四游戏，滚动的天空。这个游戏，哎，等一下，不是死吗？不要在外面玩，我是在小四的，在小四的 iPad 上面看到的这个滚动天空。那我外甥女玩的，是吧？啊，我外甥女下的。你外甥女这么能玩？你都爱玩这小游戏，我就玩的，我就一关还没玩过去，我就有点感觉糟心哎。不想玩，别说游戏失去的信心，不知道为什么现在青少年喜欢玩这种东西。玩史上最强大脑好了。哎，你知道吗？他们有之前在新闻说有玩那个最强大脑的吗？然后玩到通关了，然后被最强大脑的那个节目组招过去了。真的假的？就是被挖过去的。人家说我只是随便玩一玩而已。我打不开这个游戏。我们下载吗？也下了，但他一直在闪退。那是有问题。高高的，进去了吗？没进去。
那我只能拿你的号打王者荣耀。我杀了你！王者荣耀。我多少年没进过王者荣耀了？最近迷恋明星三缺一。麻将哈。最近迷恋麻将。我打一个。没有玩王者荣耀。打麻将。好慢啊。给你看看这个界面，为什么它在下载呀？手痒了，起来打麻将吧。面煮多了，锅太小了，面煮多了。铺出来了是吗？没铺出来，因为我一直在这看着。算了，我的矿泉水都一煮，我怕我一走开就出幺幺了。幸好我的矿泉水都是批发的，比较便宜。九毛钱的水。九毛钱的水。简称九毛水。哇，你是会员吗？什么东西啊？那个明星三缺一。不是啊。那你一般玩啥？单机版还是立即打开？立即开始啊。啊？立即开始就可以。啊。我不是会员，但是我不是会员，我赢了好多钱啊。真的好多金币啊。哇，我也，那你这样一进去又清零了，你的金币。你怎么进去啊？就是你现在金币只有2850啊。你用 pad 玩的吗？嗯哼。哦 pad 里面我不是，我是在用手机玩的。你玩的什么麻将？我都玩。血流成河。血流成河，你玩吧，随便玩，反正输了钱我也不花钱，他是送的。我主要不知道我是会哪个国标麻将是什么。应该是会国标。是的。初级吧。直播已经快1小时了，我直播才刚打开吧。好，对局开始哇。补花，补花你不用在意，没什么。面都快煮糊了吧？哇，这什么菜啊？尝尝面，应该能吃的快。这个面看起来应该熟了，但它没有熟。哎，它没熟啊。啊，硬硬的。哇，这边人什么鬼啊，我上家一直在出风，他疯了吗？那你就疯。没见过这种人哎。你说的好像自己不打风一样。他打到现在了，人家都没有风打了，他还一直在出风哎。他什么牌啊，什么手气啊，拼了！我真鄙视他。面好香啊，水煮面都很香啊。真的，好期待哦。出个牌劲呗。我会我是我
我在打麻将。碰。这面有股鸡蛋的味道。鸡蛋面。你尝一小口。呀呀呀！你尝，你尝尝熟的。嗯，好吃。熟了，熟了。那我关了。嗯。喂喂喂，什么鬼？我把面盛出来啊。完蛋了。我这个吃面的过程中，他随便打了我一张很重要的牌。嗯，看一下战局。还有一锅，明天煮了吧？嗯。啊，又到我了，不好意思。哇，我觉得这种面应该比方便面健康。我也觉得。怎么又来了一只妖姬呀？我跟你讲，小鸡不能打呀，一打来一对儿啊。你说谁叫？真的。天哪，打这个吧。你要拿叉子吃拿筷子吃？筷子吧，一次性的就行。嗯，我跟你讲，小锅它煮的汤有点少啊。哎呦喂，这牌什么牌啊？啊，这边煮一锅汤起来了。快出一个！你毒吧，这个人！他这边对是他有那个什么吗？有那个讲究吗？就必须得是二五八或者什么？没有吧？没有，就普通对。人家想怎么轰就啊，我已经闻到味道了，好香啊！香了，要骂人了。刚好应该够我们两个吃，不过再行吧。你要吃火腿肠吗？啊？你要香肠吗？吃。我给你加香肠。我打算退出。哎，什么鬼啊？你是又这？我给你加个肠啊。谢谢林老板。嘿嘿。谢谢小黑龙。藏了好久的肠子，怕被他们抓到。我给你做成片片。藏了很久，我好方。你藏了多久？我入团之前藏到现在吧。藏了四年的火腿肠，我决定给你了。谢谢呀。不客气不客气，还是玉米肠呢。玉米的成爆米花了吧？没有，就那个玉米脆肠啊。嗯。我觉得两个有点少。再来一根吧，因为是一根很少的那种。行，呀碰。两个就把它吃完。南风。哎呦，互相碰，大牌了，五花喽。我在想，我那个我没有碗了，怎么吃？我用锅吃吧。我用锅吃，没有碗吃，给。没事，我其实也是可以用锅的。对，你很烫，你别拿碗底，拿。我已经装好了。嗯。哇，感谢。你别拿，别摸这儿，你拿把，拿把，拿把。对。哇，好像有种宿舍的感觉，突然之间觉得。在宿舍里面就像煮面的感觉。嗯，然后我把我这份吃的。这个人干什么？这么快听牌啊？我听牌也快，我有的时候听牌可快了。
我上次跟大哥他们打，你知道吗？太搞笑了，我听牌听的不要太快，刚抓到一副牌七小对儿，嗯，然后打出去了一张牌，直接听了。哇，然后大哥出了第一张牌，我胡了。手气多好啊！那个时候真的大哥要打死我，就是刚码完的牌我就胡牌了。手气太好哎。我就差个一万，大哥就打了个一万，我就胡了。到现在都记得那张牌，这是我人生中最好的一把牌。打那之后再也没赢过。嗯。那怎么讲？后来就一直我就没赢过，没胡过，而且大哥一直自摸，从那以后。大哥是到底怎么回事啊？那是去拜了佛啊。可能吧。刺了那种。受刺激了。刺了那种刺青，你知道吗？就排运刺青。排运刺青。嗯。到我了吗？好吃吗？这个。嗯，好吃吗？其实我想说，这是我昨天一号店买的。而且这个好便宜啊！昨天买的时候打折，蛮便宜的。哇，自摸不会。几点了？几点了？9:51，应该快了。快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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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了！准备，准备，准备，等我过来。嗯。我端着我的锅过来。端着我的锅，拿着我的叉子。你们两个其实差不多嘛。其实差不多，但这个可能胖一点。嗯，让他们看一眼，还在直播，让他们看一眼我煮的面，看小四煮的面，好丰盛啊，好浓厚，嗯，对，汤很稠，你知道吧？等一下，我床上垫本书，书就是其实最后给我们拿来是干这个用的，厉害了，厉害了，把被子往里推一点。微信。展示了一下我们的面，看起来不错。什么面啊？就是普通的面啊。普通的那个面，就是不是那个手擀面吧？有点像。哎，汤达人。不是汤达人，你没错，不是方便面。把被子往里推嘛。嗯。往里推，呀呀呀！这兰姐的床已经被我造的都不行了，都要打死过你。拿擦一下都有汤溢出来，这迷之角度啊，看这里。煮的面好吃吧？超好吃，超好吃。哼哼，我还会煮一种面，就是那种拌面，嗯，它是那种自己调的那种酱料，有酱油啊，然后蚝油啊，嗯，这种调出来的那种，特别好吃。蚝油好吃。对，它里面再加一些醋，然后稍微浇一点点汤，加一点猪油之类的，就超好吃。是这个吗？还没到。是现在正播的吗？还没呢，还没播呢。等一下，应该59的时候差不多。哦，我关了，都关了。嗯。好期待小四出场。嗯。要出场，哇一嗓子，我自己又哭了。我跟你讲，我这两天脆弱到不行，我也不知道。哎呦，摔倒了！一步。冲吧！你们摔倒了呀？哎呀，摔倒了，要抱抱。不抱抱不起来，那你还躺着吧。冷漠的偶像，哎，怎么感觉摔一下美颜都没摔没了呢？哦，在10点啊，今晚陆院长将解锁泽天少年团新伙伴是谁呢？要去青藤院，我无傻呀，不对，第一聪明啊。不知道是不是我，有可能是36，那是我。嗯哼，那个哲秀，还爆了吗？嗯，还没了。妈，好害怕，好期待。嗯，其实我有点紧张，我超紧张，因为。我拉低了无傻的颜值，
因为我全程在吃，所以我很崩啊。那也相当于那几个月你就是一直我，你知道吗？那个时候不是后来去参加嘉丁的那个什么发布会吗？嗯、那会儿不是刚拍完那个《择天记》没多久吗？然后那会儿胖的呀，然后导演嘲笑我，哈哈哈，林夕怎么胖成这个样子？我可能吃多了吧。那我脸真的是，我跟你讲，加上我之前又喝水什么的，然后真的脸肿的呀。嗯。看我的飞毛腿。对呀、啊，其实你这样子好累啊！你不如我把哎我的那个架子呢？你扔哪了？是吧？你上次拿出来扔哪了？我的那个架子。我记得那一天扔那儿了，然后就又拿回来了那天。你扔哪了？后来我架子再也找不到了。不然你还可以架起来播，还可以看你。谁？架子被你搞丢了。嗯，我相信他就在这个房间里。嗯，那可能吧。但我觉得我的面再不吃他就坨了。嗯、哎呀，我让你们看一眼，我煮的面。你的吉他自学三月通就这样子。我的面，你们小月月吃的面，小月月。啊，小月月。岳云鹏。岳云鹏。这是小四的面。现在几点了？还没开始吗？开始了吧。期待到。坐立不安了，有一种。我对这四分钟怎么过得这么漫长啊？你没见过一个人守着自己的剧，然后在那边看等着要抓狂了的那种这种状态吧？我可能是史上第一个。然后出来之后一直骂自己，怎么可以丑成这个样子？然后又哭了。还没开始。还没开始，还没有开始。那几点开始啊？该节目暂无版权，什么情况？是不能播吗？那还有哪能看呀？不会看不了吧？芒果 TV 看不了吗？芒果 TV 要晚上12点。所以你们告诉我哪能看啊？哪里能看啊？哪里能看？怎么突然间看不了？连广告都看不了？腾讯爱奇艺都现在在线直播是吗？优酷啊，再找一下。我上次也是，每次都这样，很气。芒果 TV 他们自己不直播。会不会在远方？人工哎，怎么那么多？完了，那下哪个？下载人数最多的吧？有啊，但是有啊，但是没有有直播吗？云图直播是什么？云图 TV 是什么？好，我再找地方看，先吃我的面，不着急，还有2分钟。啊，好烫！那、啊、好烫，好烫，好烫！那、啊、好好吃啊，这个。对，这汤稠了一点，嗯，应该水再多点就好了，锅太小。明天还能再吃一个，你要不要再来点？笑死我们两个人爆锅吃了，在这儿再不出来。你之前在这上看的？我之前都在前几集都在这看的。啊呢？嗯。完了，真的不能看。明明昨天还可以看的。好害怕错过。应该不会，我没那么快，因为他第六集的时候讲到进入青铜殿嘛，嗯，还没进呢，嗯、所以第七集应该是先进，嗯。所以现在来下载下来，刚刚还能看，怎么突然间就不能看了？
对吧？嗯，嗯，怎么办？我觉得姿势很好，好慢哦，要开始前情回顾了。你再来点，我不给你加点水。开始了，已经开始了。偶像形象崩了，你再说一遍。我换这儿。用我的魔法下的这么难。你连的哪个 WiFi？ 放到我房间了吧，应该是。是不是因为我在直播？嗯。我用我手机下载，你别逼我用 4G 看，好慢啊这个。你刚刚用的是这个吗？嗯，这个看不了。我得点开了爱奇艺。下载一个手机电视，求您老快一点。他给我发消息，你还几点住？今天谁呀、啊？你让他。啊，就预告，今天肯定出来，你再等等。我今晚就出来。小黑龙不容易啊！哎呀，不容易啊！一半儿没到。我以为我说，不大半夜给我发什么消息？那个语气真的是，还用了这么金枪，我估计是后半段。还没下载完，你都卡了一半。哎呀，他们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出来的时候说一声。真的，你是那个要演白富美的赵月吗？嗯，就是我。就是你要演白富美啊？你好，就是我。你这个现在啥情况？你不是白富美吗？哎呦，这样我看不见他们的弹幕了呢。对啊，这个白富美厉害。白富美吃这种白汁意面有错吗？虽然是拿缸在装。白富美，小黑龙拿锅吃有错吗？没错。对呀，我还是波卡波卡的公主呢。小公主用这个吃。小公主用这个，起码也要搞个金的吧。小黑龙说：“再有再多意见，滚出去。”快了，快了，还没吃完呢。我今天胃口好小。拿锅怎么就这么吃不进去呢？嗯。来，小公主，快给大家点魔力！哎呦，我这个都下载好了呀。哎，你先看一下，你先看一下你的那人有没有出来，就是，反正后面就可以不慌了，能播吗？哎，接受接受接受。我出来干嘛的？我出来吃人的。我出来吃人的。手机直播在哪看？我的昨天记得。卫视怎么这么多卫视？湖南呢？
为什么这里没有湖南台呢？红的。不倒点老干妈吗？好想法，来。你这边下好了。下好，你上去搜。嗯，我搜。又是因为版权问题无法播呀？咋回事啊？为什么呀？有版权了。都是版有版权了。卫视啊。面是不差的。湖南呢？怎么到湖南？湖北、河北、河南、宁夏。嗯，他仿佛在逗我。没有湖南卫视吗？其他卫视都在啊。什么情况？那湖南芒果 TV 不能看吗？对，所有的都在，为什么？为什么？今天这么重要的时候，为什么？哦，湖南卫视版权下架没有。啊。在自定义里，等一下。啊，在自定义里吗？自定义。要没有的话，这位同学，你要被我踢出去两个小时，想清楚再说话。是叫百度一下自动添加是吗？应该是吧。添加全部。昨天接第七集，哇。版权问题，前往自定义。我自定义了，然后呢？什么？输入频道名称，输入视频网址，我不知道哎。网址是什么？我不知道网址。那我就只能所以能看了吗？能看了，可以看了，不是能看了，这要怎么搞？哎，我这能看了，但是我要发微信啊，我正聊着呢。那你先把这边设置一下，你熊猫吗？熊猫好像看不了，我看看那个他们说的那个。你拿什么玩意看的？不就是把锁吗？这，哎，看把钥匙不就完了吗？我教训。哎，娘，球锁上家了呢。耶，双开。呀呀呀呀！呀，双友太聪明了，这种时候智商爆棚，我跟你讲。那是小锁匠。
只是晚了一步，就一步。好了，别说了，快跑去。你这开始跟我开启了吐槽模式，各种吐槽。哎，这样子看我们脸是不是会被拉长？那我脸会不会也稍微长一点？嗯。辣宝，辣宝呢？啊？他们为什么叫辣宝？辣宝刚刚出现了。辣宝，你要不要过来一起看剧？还有面，还有面。我好猥琐，我看不见弹幕，被被子挡住了。哇哇，这谁啊？下手好心心狠手辣。我们理他呀，他回来。我急着看剧呢，没功夫搭理你们。他们现在到那个你说那个地方吗？没呢。你们的白富美正在吃面。专心吃面，专心看那个啥。握筷手势不对，那你们是怎么握筷啊？告诉我，教一下我。这样，还是这样。哇，他怎么死了？因为他秋山君很厉害呀。哎，怎么又变了一个人？哦，他不是秋山。哦，他说他刚刚还不是这样。这个人我知道是谁。那无面，这个应该是无面，就会变脸的。穿京剧变脸。嗯，大家都出来了，我好开心啊！平常跟他们在组里玩的特别好，我跟反派玩的都可好了。叛徒，在组里跟玩反派玩的特别好。对不起，我是国教学院的叛徒。我赢。秋山君，大宝又说什么了？他刚刚飘过去了。大宝，你又飘了啥？大宝来吃面。他说：“大宝要来打人了，什么鬼？”君，大宝说的没错呀，赵月是傻。哎呀，哎呀，小黑龙，我们来谈谈人生。哎呀，哎喂，你们摔倒了，你们面扑出去了。小黑龙，我们来谈谈人生。嗯，辣宝过来看直播，辣宝来房间看看电视，来吃面吧。我买了矿泉水了，辣宝，一瓶100块。我知道你吃过了。
其实都是一本书的。其实你是猪，中文不相连，生分不相信。好臭气啊！小四，你什么时候出来？至于高高低低，虽然看起来很高，但其实这些书的高度就只有五种。他真的好唐僧啊，话好多。三千道藏有你，我觉得这段真的好搞笑。现在在国教学院，就正常。低低高高低高高低，突然间唱出节奏，低高低。你练过五音？高低姐，我要矿泉水。在那边呢，那边哪里啊？在关掉。在左手边。你的左手边，左后方。啊，在哪儿啊？这些都是不是那边对，左后方都是水。那边。啊，看到了。在某个角落里面。你这像那个仓库一样，你感觉。你知道我昨天晚上渴成什么样子吗？我渴得满世界找水，然后我发现我的水都被喝光了。而且我最近还不能喝热的，真绝了。所以说，大宝最近会一直来我的房间里拿水，冰箱里有冰的。然后过两天，临睡前发现他所有水都没了，我搬了一箱回去。那我可能要杀人了，我跟你讲。他怎么又在吹？我要查整栋楼，我要查偷水贼。什么？他又在吹什么？因为装他吹这个啥呀？是吗？因为装的啥呀？哇！搬上板凳坐着好吗？懂吗？怎么？你这屏幕怎么回事啊？拉长了这么多。让显脸长，你不懂吗？让我自己看自己好看。显脸长，你干嘛想显脸小啊？那我告诉你是没有用的，你又更长了，能调成正常比例吗？这应该是正常的。被正常了。哇哦！这不是正常的，你看那个什么芒果台标志成什么样的，自己打到自己脸，真的。那已经远程都已经过来开始跟我吐槽了。嗯。我醉了，接下来。你要几点出来？嗯，你再等等啊。你跟他说，大概明天你就能找得到截图了。大宝，大宝，你来。我不说。大宝说，你大概明天就能找得到截图了。万琳娜，你别跑。你们在直播吗？嗯。你们天来都在直播。没有，我们在直播看今天我出场。每次来也不对。今天小黑龙出山。你出山了吗？那今天要出山。没出山了吗？没呢，现在快了。明天你看截图吧。对，明天 TF 啊，什么动图啊，都会有人。看出山，没有，今天出山，明天有截图啊，截动图啊，截动图。对，然后那个动图名字听到了吗？小四全身都是苏联。不要再提苏联了，哎呀，这句话已经是笑点了，好吗？笑点。已经成了一个笑点。全身都是苏联。小黑龙全身都是苏联。隔壁大哥要砍人了，大哥一会儿过来干什么呢？大哥喊一声，大哥没空理你们。大哥，哎，一缺三，你们先过来吧。大哥今天忙着看直播，今天不想理你。你真的，这个比例太难受了。我不吃，我带羊肉。等一下，小四的脸在上比例就是完美。那对我的天，你们煮的是什么个玩意儿？没有铜骨。你们手机对着哪儿呢？猪骨汤。猪骨汤拉面。那个拉面怎么能非常浓厚？对啊，你们浓成这样，因为锅太小了，水倒的少。我就知道，像因为煮了两人份像糊了一样，我的没有糊，两人份浓汤嘛，浓汤有浓。什么加了浓汤宝？没有，打广告了，这全部喝完了。浓汤全是，喝吧，反正不是我买的，是黄总阳买的，随便喝。嗯，我在那边我还有那个今天茶没喝完呢。现在演到什么程度了？现在他们还没去要找我呢，他们还没找到我呢。他们还碰到我，这个仙气飘飘的人，哇，鹿晗好好看呀，嗯，真的很好看。我说十成，在我面前必须说的好吧。我夸一个十成的看到人的美貌。不是确实好看呀、啊。旁边这个妹子也是也好好看。都是配音吗？就是所有的演员。都是配音，都是配音，啊、因为现场没办法出声。好秀气。我喜欢本身的。让我蹲着吃了，蹲着吃好像能吃的更多一些。我喜欢看本音的。没有办法，他现场没有办法收声。哇哇哇！后边，哎呀。现在已经床上已经满了，都是人。这还一块钱，还有一个锅，或两个锅。然后我先把你弹进去。那个是啊，我杀了你万琳娜。啊！你放心，万琳娜不会杀你。不
不是你为什么把琳达往里说我刚刚把他反应下来对把琳达往人家面里丢钱还要杀了人家什么仇视怨、哎、是多恶毒啊怎么会有这样厚颜无耻冰冰石，赵月，你是把那个肉吃完了，然后把面留下了是吗？哎，小四，你在这个书堆里面吗？这个是那个什么？我不在书堆里面，我一会儿在后面。这个是搭的紧吗？啊，全搭的，全是搭的，全部都，但是他们机关全是真的。嗯，就在现场那些密道是不是跟那个什么《盗墓笔记》的时候那时候一样，就是搭那种紧。嗯搭那种，虽然是它是密室逃脱，这个其实是在室内搭的，但是这个紧真的搭的。进去之后真的好厉害，我玩在现场看真的很厉害，但是他真有经费哦。嗯。但是他们好像本来做的是比较那个颜色太腥了，是怎么回事？就调色的问题吗？调色问题，一是调色问题，二是本来他是翻新了嘛，嗯、但是这个剧学院就是很久没人住，然后想重新翻新了一下，翻新之后就、嗯、是翻的挺新的。漆都是重刷的感觉。哇，这个这两根毛很那个什么呀？很加上二次元，它那个这脸毛是吗？这脸毛很二次元，想到了一些 coser。嗯，对，就是那种 coser， 粘的刘海片。这个妹子就是谁？就是你刚刚说很可爱的那个。哎，还是一个吗？她刚才不是在屋里面吗？好想把你们比例调正常啊！难受死了。这剧情太快了，我也没有看。他这个剧情比较快，不拖，要不然的话。这个人长才二次元的好吧？你看头发。嗯，他是，你不要吐槽反省，我想笑。他熊族的嘛，他是熊嘛。是，大二次元啊，特别二。没，啊不是，哎，他真的很二，那个剧里好看，好看，没有问题。不是那个什么呀，就是。哎，很二次元。小说改嘛，毕竟会。为什么他们每个人粘两个毛？因为是小说改。哎，这是直播吗？还是昨天的？他这个是可以粘在脸上吗？你让粉丝什么？你也想把人家的毛粘在脸上？粉丝知道现在在演啥吗？那双开三个，又得开钻戒，还得开个口袋。对，没有，这是赵月手机，无所谓。哦、对啊，无所谓。赵月手机，小四所有设备都在这里安琪。我应该把你们所有人手机拿过来，都给我看直播。我才不呢。月月，不，增加收视率是吗？对啊，多我们三个人这个没有收视率。昨天这收视率很好，对对对，不知道什么的反响都很好，不缺我们三个。不，你们不能这样，你一丢丢都是有用的。起码在小四出来这一集收视率得上去。啊，让哦，我懂了。小四出来第一刻，小四出来第一刻收视率爆。不是，他应该就是那种不是电视台会根据那个时刻记录收视率吗？那你告诉我，你告诉我剧情，我等下去找个电视。咱们是在你出来那一刻，我打开电视。送礼物直播，这是。送了，哎呦。就在那个你出来那一刻，直播那个收视率上升那么一点点，零点几。对啊，没有，就是我一个人嘛，我一个人只能帮你零点几。出来的时候，全时刻全时段收视率最高。就我一个人可能零点几都不到，零点零几。零点零几，没有零点零零零零零。他那个头盔有点泰国。那好，真的，要不你。把椅子搬过来吗？这个人是谁？长得好像那个。这是真毛啊假毛？我在说什么？我说真毛，我就要问真毛假毛这种事情。他在全剧组里面，就像我们成年人里面，他是年龄最小的。哪个？这个？他年龄这个头盔？不是，对，这个头盔是年龄最小的。这个头盔。得简称为头盔。我怕你们不认识嘛。他们扎了好多针呀。毕竟你们也不知道他在剧里面叫什么。像那种针灸，他为什么突然出现了？打毛线的签子。也没了。打了个嗝，我感觉他好。你打嗝怎么还有香肠味？是谁香肠味？他在里面是富二代，我嘴里的香肠味。你香吧？别打嗝，别打我，别对着我打。我作为一个仙，打嗝就打嗝，别对着我打。头盔是唐36。必须得拿回来。哎呦，卡姐。嗯，我你急急忙，卡姐坐着吧。我没有摸你，我只是碰了你。大腿很怕痒，是吧？哎呦，知道了。哎呀。你我变态起来不是人，你现在是什么？我从来不知道自己这么变态，变态起来不是。怎么感觉有重要的东西要出来？这个鼻翼。告诉你这是什么啊？这就是传说中的什么小四？就传说中的这一段我也不知道。你要出来了吗？这就是传说中的特效。对，我以为你要出来了呢，气死。没有没有，我还早呢。我出来，我出来的时候在一个很黑乎乎的地方。这一部分的演技很棒。但这个特效比《古剑奇谭》好一点点。不好意
但是挺好。夸一下，夸一下，太好了，很棒。谁在那摇荧光棒？现场打我才艺好不好？现场打，我也没说你。他说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过我的阿姨了。来看发卡的时候跟我的时候退皮，没什么区别啊，各位。对啊，不黑，不黑不黑，不黑不黑，不灵不灵。陈生，我又研究了一下，做了很多的改进。捆绑电机，肯定能捆绑。捆绑电机现在是个什么剧情？说的很有道理哦，他那段好像是挺像的。捆绑电机。我们现在干什么？我也不知道，我等小四，小四还不出来。小四不懂，我忙着微信呢，等等。小四现在可老忙了，七大姑八大姨。啥玩意？马上过来放一些。小四啊，你的句子呀。你不是小四在催，赶紧把我提前放出来。哎，那个黑，那团黑气。我也没懂你说啥意思。你理一下。其他的。你把人名字打错。啊，没事，反正是懂就行。哇，这个人怎么一下就进来？哎呦，这个人好漂亮啊！啊，我知道他，我之前在别的剧里面看过，很漂亮。这个应该怎么解释呢？因为小说里就是这样。喂，你什么人啊？干嘛把家扯上？这样看看这个妆好森女啊！嗯，我觉得，哎，他这个腮红打在这儿，很厉害。迟到了吧，小月？下回也要打一个。后天好不好？后天，然后在剧场必须打脸，打脸。剧场的光底下，你就是一个农民。就那种光，我们剧场那光真的有毒。剧场的光一打，你居然再华丽的妆，秒落原形。我告诉你，什么都没有。木偶的光能把一个画的仙气飘飘的妆，愣是打成一个面目青黑，现在感觉脸上就是苹果肌突出。特别惊人，苹果肌突出啊！对，我们的口袋四八也是，口袋四八还凑合，口袋四八我都不敢拿那个苹果的直播好吗？你现在也拿换另外一个手机直播。嗯，他那天戴王跟我说了，他就是这个就很奇怪，就每次不管你怎么调就觉得很奇怪，就黑黑的。但是如果你把那个什么。美白什么的，美颜东西调一调，你会觉得你整个脸都是假的，像一个飘着的头。而且背，妈呀，飘着头，飞头蛮好吓人。就是跟身体不搭的感觉。反正今天要五个人的话，我们就可以组团王者荣耀开黑了，是吗？我不会我打那个。我也不会，我也不会。赵远只好没办法，这时候只能掏出那些阴阳师了。对，你们还阴阳师呢？阴阳一年。我阴阳一年怎么了？对，真的呀，我这阴阳一年。半年还一年啊？一年会长你的脚真的是挺好吃。没有啊，我去年你这个地方我真的我跟你讲，我是去年从选校才开始玩的，吧？你盖世就在玩了，盖世。哎，我比你玩早是吧？啊、你比我晚走还是我比你晚走？我比你晚走吧。但是你中间气了一段。对，我中间气了。然后盖、然后盖世了好长时间。然后盖世我玩的时候你在那里玩。对，但他是魔族的公主。不对，梦一百也是我拉的。梦一百我之前也玩，然后也气了。但是对，气了又是我拉的。回坑啊！回坑。嗯，好看呀、啊，好看的。我的十字剑，武器相接。其实我本来之前是就是弄还有一个角色，当时想试的，不是小时候是一个女扮男，总爱女扮男装的一个，就很男孩子气的一个。但是后来是因为那个他的那个对那直接太惨了。对，我本来是想试那个的。好酷、哦！那个凤凰是我当初之前第一集出来轰他的那个。对，我轰的就是那个。这集叫酷。那当然，他演的那个角色就酷酷的。哇，他这个头发应该做起来不容易吧？就是这里高高的。还行，我觉得。你说那种哪里哪里？那种那个刚刚那个戴着的那个吗？那个全程假毛了。哎呦，戴一个假的那个。威亚吊起来了。玩也行。哦，这个就这个，这里高高的。没看到，等一下。他们飞上去了。哪里？哪里高？你说他还是谁？他
本来就是，他本来就是魔族。这什么盗取啥啥啥？没有，这个是他不会被电吗？他马上就要被，没碰到呢，碰到就要被电吧？好害怕，哪里高高？还悬在那，就是啊啊，这个也是假发，然后假发里面垫那个叫什么？哦、那个厚的那个。这个真的很好。发包，发包。它有的时候很好，有的时候很坑的。哇，这个姐姐厉害了，人气好，这姐姐真的厉害，很灵气的那种感觉，所以说上镜也是很重要的，羡慕。然后你就看吧，我幸好我可以拉长了看，不然我得愁死。他真的脑袋露出来，哎呀，真好看，没，但是我现在看不懂剧情啊，问题是，我也没事，我们回去看看剧情，这是脏辫儿。脏辫，你说的很有道理。这个眼中一切都是脏辫。你直播了多久了？赵姐，后天脏辫全头好不好？一个小时。就是国教学院的药是吧？哎，不是，哎呦，嗯。半路杀出了个程咬金。隐身衣。因为国教学院的钥匙在这里面嘛，他们说要拿到这个钥匙才能去那个宴会。什么什么女主角在哪里？他们不拿到这把钥匙，他们也见不到我。是吗？女主角在哪里、啊？女主角那就快点快点拿好不好？这快点让小四出来！快点快点来找我！你们快点来找我！你今天出不出来？出不出来？快点！你这句话好像虐别人。出不出来？我出！你现在不出来回去了。出！但我这一集不一定出来，反正今天会出来，总共两集嘛。那等你出来，你发个微信过来，我们再过来。然后再备好零食，备好外卖。在第二集，在第二集的最后结尾，小四一张脸。就是一个背影，然后他们众人你们是谁？露出一句台词结束，一个侧影，这不是众人露出惊愕的眼神，小四在光芒中露出了一双眼睛，然后本集完，哇！对，就是那种暗中窥探，不是那种人，就是那种暗中观察，不是就是暗中观察，就是可能是一双眼睛结束，对，一个刚从一个龙变，哈，一双眼睛，好，本集结束，请看下集，我也算出来了呀。然后再到第二天上集回顾，你拍的时候你知道你拍的是大头还是远景吗？我全看导演吗？应该都拍了，我都拍了、啊、每个都会拍，然后他剪是吧？对，但我不知道他剪成什么样。这个是你家发卡，我别吓我。没有，只露了个你的背跟你的头发。我刚才半脸出来吓死我了，看了一眼，开美颜了。哇，你还看了一眼直播？我没有看一眼，我只是刚才想看清楚，然后就完凑一下。这个人现在表情好像，好像，哇，不好意思、啊，我觉得他很像杨绛哎，这一块，杨绛，就这一块，怎么只是杨绛？你告诉我，杨绛挺帅，杨绛不丑好吧？杨绛只是在我们这儿埋汰了，埋汰，杨绛只是被我们毁了而已，对，啊，不是，就在我们被我们当。杨民工，杨绛被张静带坏的日子。杨绛他可是在法国街头被法国女搭讪的人，真的。对呀、啊、对呀、啊，还有这出呢。就是我们当时那个叫什么，那个万圣节之夜的时候，嗯、不是去法国吗、嗯？然后大半夜的时候，像法国那个不是会有喝酒的那些吗？嗯，就是沿路喝酒，然后他那个反正背着包，然后半夜被搭讪。对，被搭讪，杨绛手足无措，不懂法语，被法国女人搭讪，被热情的法国女人。如果法国饭好吃，也还是去法国。哇，法国就饭太难吃了。哇，怎么突然缺这么多人啊？法国光那个风景很好。哎，这个黄衣服的姐姐是谁啊？唐三十六这名字听着真不矜持。他是在什么榜上面是36，叫唐三十六。我为他家人生了36个，我说他家真厉害。他是第36。哎，你怎么理解跟陈长生一样啊？啊？他说我叫唐三十六，他说你妈生了36。这么厉害呀？那一般不都是按照名字来排顺序的吗？他是一个什么榜？然后他排哦，清明榜是吗？狼牙榜。突然说通了，变成狼牙榜。
发卡全场问姐姐。我觉得这个黄衣服的姐姐是谁？妹妹也行，这个黄衣服的妹妹是谁啊？就是远景的拉近了他。这个是墨雨，她是干啥的？她是圣后的那个宫女。嗯，那你是什么呀？圣后是凤凰龙。你是圣兽养的宠物吗？不，我跟圣后是我是龙族的公主。对，我算是龙族的公主吧。你们一个黄一个黑，最后变成宠物。一个黄一个黑一个蓝一个白，再来三个可以组个七仙女，都棒棒了。一下变陈长生撩妹机。原作是母是这样。啊，原来是这样。原作是吗？原作是吗？原作就是。你的弹幕里有人说，就是鹿晗粉丝来了。原著也是，然后打开以后看到小黑龙变成了这个样子，谁啊？真的假的？啊，那就意思还是这样。直播里刚有人说都算粉丝来了，然后来了以后小黑龙变成挑战，直播之后小黑龙变成小黄龙在一起，小黄龙小黄龙，那就我懂了，没有了没有了，这反正是他们两个因为是虐相，所以才会有人很喜欢小黑龙天天工作在一起。糟糕，谢谢小黑龙变成，你要干什么？哎呦喂！对，其实我是公主，我是公主，我是。你手上什么玩意儿？你手上什么 ？biu biu。你大拇指上啥玩意儿？哦，是我写钢笔字。你还练钢笔字呢？对啊。棒棒棒的。写钢笔字，结果墨没有去掉。哇哇哇哇！吐黑血嘞！吐墨水了！吐墨汁。你看他好像这样感觉，刚才一看好像。哇，这是什么？这你们那个是什么东西啊？这个是魔族公主。不是我说那是道具吗？这个道具没有关系吗？这个是道具啊。这道具待救补。哎呀，是告白吗？应该待救补吧。突然告白。我突然告白，为什么还是这样的场景？为什么快死了还告白？不是，因为他一正一邪。我台词还没说呢。我把那 care 小哥解说。那么 care 一下我的解说嘛？他是正义的使者，他不是正义的使者。对，他本来就是要杀了他的，但是他很喜欢他。他们两个都是这么虐，这么虐，很虐的。我就喜欢这种，我就喜欢这种往死虐的，就喜欢这种往死虐。你清醒点吧，魔就是魔。你看这个魔偷袭你月怎么了？你看这个魔姐姐很攻，然后有意见啊。这个正义使者一看就很瘦。那这个血我觉得很带感。这个血感觉好像那种感觉会中毒。你知道日本有个蓝色咖喱跟这个很像，那个看着真的没有没什么食欲，真的不想再吃下去。真的不想再吃，但是据说味道还是很好吃的。不是因为他告白了呀，我喜欢这种虐的感觉哦。像我现在看很多文都是虐的，关我什么事情？我又没有剧透。咖喱给给，耶耶，我没有剧透，没有。这个可以刷弹幕啊，你知道吗？我现在小四赶紧。刷弹幕啊！这是你妈，小四。就不是我，我早呢。等一下你出来，这个后面是你吗？后面不是我，这个是魔族的地盘了，这个不是我。你长得好说话，我没那么丑啊！你到底是什么族的？我是龙族的，这是魔族，不是长了黑色的东西都是我。这个面具是你吧？这个面具不是我，他长得这么丑，他长得这么丑，大家听到了吗？大家听到了吗？听到了吗？不是黑色的东西就是我。暗中观察，小四要出来了吗？还没有啊。戴面具的是小四，哪个戴面具？这你要骗？这不是那个暗网上那个什么黑客的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星球大战？哎，星球大战不是？我忘了，反正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那个拔出那个拔出那个剑的那个。一个那个黑客，但那个人是白色面具吧，还黑色啊？你们说是那个，我说的是他们是那个威兹特工队，说是对 W 吧，还是 V 啊？ V 啊？为什么仇杀队？对 V V V， 但是不知道，我不知道，拍的时候不知道。好像你啊？不是他那么丑，不是我。看你咋，人家脸比你长呢，你看看。那拉长啊！你学学人家。看人家看你，看人家大。你等我把我额头上的毛薅掉，我脸也长了。我跟你讲，让我再薅段时间。我已经在努力。快移植，快！我给你脑袋上移一点吧。移植。头发太多了，让我再薅。行了，我现在觉得现在额头挺好看。你走。你在哪儿啊？你是住哪儿啊？我住在一个井里。啊，我也啊井。我住的地方很惨的。是。除了我穷的，除了钱什么都没有。不是说龙族都喜欢钱吗？对，要喜欢布灵布灵的东西，金闪闪。
这个人没画唇彩，看着好虚弱。穷的除了钱什么的，耶。男生画唇彩，男生画唇彩。男生画唇彩多了，是有，但是这个里面是要显得硬派一点。你画硬派的就不适合。他一点都没画，一点裸的都不画，这样就显得很虚弱。长生前，陈长生前期画他是因为他前期就是一个很秀气，然后身体很弱的一个人，他到后期才硬气起来。小，他们俩怎么又打起来了？刚才不是还告白吗？他刚不少年。是吗？哎，不是他吧？前期算少年。你听到没有？别人稀罕的东西，我偏偏要拿走。他就是，那吃撑了，这不是你，这个不是我，啊、我倒希望这个是我演技那么好。哇，哎，你们这个剧情厉害了，再啊，我还没出来呢。超越怎么了？你也是吊过威亚的人，就是差点被劈了而已。你回去看我卡，你回去看我卡。你反正肯定在微博上发的嘛。那哦，也对、啊，反正会在微博上发的。说的多没有道理啊，小四。他们看我们多了解你。赶紧组成弹幕，你等一下出来我就在下面。小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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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一面刷一面，小四。从路人的角度觉得别人觉得这个小黑龙好好看哦，从路人的角度，路人被吸引了，这不是我们粉丝这样干的是吗？粉丝假装路人，然后在那边，哎呀，这个女孩子真好看呀！她叫什么名字？我是路人，她挺可爱的，她叫什么名字？对，然后这个女孩子长得很可爱啊，她叫什么名字？再切个号，然后再这啊，她叫林思颖。对，带节奏，自己切个。等下你出来，我们准备带节奏。大家请跟上我们的节奏啊！辣宝很熟练。看多了，看多了。又黑我，我没有黑你们，我们说的是事实啊。没有黑，没有黑，笑死！然后自己开始拿自己开的开十个小号，哎，这个女孩子怎么这么好看啊？等一下我也要开始发弹幕，哎，等我出来，等我出来我就要开始发了，我跟你讲。哇，这是干什么？在养玉魂啊？这是要干什么？哇，这是立场。他有那个那个珠子和。我怎么觉得这个地方这么眼熟呢？嗯。啊，这不是那个，这个井，我说这个井跟我怎么这么眼熟呢？井大同小异，古代都长得一样。不，横店锦州那些。他为什么句句不离隐形？因为他就很爱发明嘛，发明创作什么的。好厉害啊！这个井是花千骨里面出现过吗？啊，好像有。哎，反正那个地方搭的景大同小异，小异差不多。我说你能不能不要提理查？好了，现在大门的钥匙已经到手，距离青藤宴也不远，我们得早做准备才行。青藤宴，对，我在青藤宴里。哦，你终于被提到了耶！我不是叫青藤宴，我不叫青藤宴。我的意思是说，你终于被稍微提到了一点点。哦，差点以为你们觉得我叫青藤宴。所以你全名叫什么呢？等一下跟什么节奏啊？路人路转粉了，带节奏了，带节奏了，各位。本路人觉得半张脸也好看。哎，谢谢，说的是我吗？录半张脸的那个。谢谢，说的是我吗？对，这是我，这个是我啊，各位。路人转粉，请叫我小黑龙或者叫芝芝。你们是谁啊？真好看。谢谢。虽然我的大名叫朱砂，但是我喜欢你们叫小黑龙。他们为什么还没有去那个什么宴？哎呀，我也想啊，等着我呀，带节奏了，带节奏。我想看完我自己，知道自己长得有多丑，然后就安心一下。不是，我好紧张啊！我挺喜欢你那个扮相的，我觉得你那身衣服我觉得很帅。那拍照好看，你知道吧？很喜欢。拍照好看，真人谁知道呢？但是。哎呀，不行，我好激动，我现在很慌，很惶恐。慌个啥呀？我很紧张，超紧张。莫慌，因为想到以前自己有多崩，他们今天还截了我崩图，我更慌。哎，这个啥慌？啊，你是个啥？这个女的是，请问您是这个园子的主人吗？哎，这个声音配的还挺符合他的，就是怎么说，两个声音很搭，这样的吗？嗯，我觉得这还挺搭的，配音都很好，而且跟他声音蛮像的。
我好期待我自己的。那小四到时候给你配了个萝莉音，你怎么办呢？我可能就是萝莉音。那你怎么办呢？那你以后出门是要做就戴着口罩吗？以后出门不说话装哑巴。人家路人先入为主，对，先就以为你就是那个音。对呀，好，有点像他本身的声音啊，嗯、都是对吧？其实所有的配音都是会找一些就是比较像的人，是吧？好，应该是下一集，我可能是真的最后露出一个眼睛。你在遛我吗？六分啊！赵月的眼睛眼神可怕。六分。我真的是萝莉音啊！来，他们说因为有我那个配音的名字，你装一个。现在，萝莉萝莉，说句台词，装一装，憋一下。嗯，卡起了，卡住了。啊，憋一下。你还是憋不出来吗？羞耻，这个人怕羞耻。等等等等，嗯，很棒很棒，很可爱，很嗲，很可爱，可爱吧？可爱嗲，强行耳聋，嗲的不行。我台词都记得，但是我怕剧透。对我，嗯、我也是吼，你还没出来，我还没出来呢啊！没事，叫我俩之间名字，你还别叫了，我一口气都喘在那儿了，你。那还以为小四要飙高音，要深吸一口气。我要飙萝莉音了。你这情况简直跟瑞哥差不多呀。你和我家里有个姐妹，你竟然不能看着她嫁给这么一个无赖。哎，憋不出来算了。现在也只有你能救我们家蓉儿了。你眼睛都吓大了。当我睁开眼睛，你将会死。你知道为什么赵月不睁开眼睛吗？这是善良，懂吗，各位？当我睁开眼睛，你们就会石化。能不能配合？能不能配合一下？我的血轮眼，我真的这个我控制不住我的血轮眼了，控制不住我。哦，我的白眼，白眼，白眼，白眼倒是随时能放。对，我是美杜莎蛇女，方便编起来。你回来了。魔教学院的那个陈长生是什么来历？好可怕。男主呀，当然。查人家底。问他什么来历？男主呀。他为什么还活着？男主呀。有光环呀。你是不是傻？真的是。我不会说温州话。就我也不会说我当地的话，要说我闽南话我能听得懂，真的，嗯，这么厉害，就是女主她的妈妈看不起穷人，穷人怎么了？又打嗝，每个人的唇色都沉沉的，很珊瑚哎，很喜欢，但是比之前那种粉太粉的那种，我觉得好看一点。但是我跟你讲，他们这个其实很，现场湖南台很容易调成那种。那对啊，艳的那种粉色，因为我觉得这个颜色好看一点。而且因为那天我不是看那个就片尾吗？哎，这次调的好像不是很那个，好像又调暗了一点，没有那么明亮了。嗯、前几集明亮的，真龙之血是你的血吗？快割一个给我。来吧。一手一个。两只手没了。啊，居然有看小说的，嗯，说也是有小说党。但是小说跟他编这里有的，这里有。当然了，小说不可能所有东西都能演出来呀。嗯、就是很多情节都要删删减减的。嗯、哇，老家平阳的，这不能再说下去了，很近。这不能说了。这个不能再说下去了。再说下去可能我们就是邻居了，不想再说下去了。想快进啊，就是直播吧，你怎么快进啊？这位听好想像你们不要弃坑啊，请坚持住。我看
当年看《斗破苍穹》，他今年好像是也要改吧，斗破好像不改，《武动乾坤》。嗯，好像也是真人。邪教，这个是黑袍邪教，他在里面是个坏人。邪教，但这个看着是个坏人。这个人，什么？斗破要拍电视剧？什么要拍电视剧？斗破。嗯，蛮荒井斗破吴磊，吴磊啊，啊，黑袍是女的吗？黑袍不是我，黑袍不是小四，别猜了。黑袍啊，大面，其实我最开始我也有想过要面试黑袍的，嗯，多好啊，全程不露脸，全程不用露脸，连台词都不用。没有结尾，大家都在猜我是谁，然后大结局的时候我才。哇，这像这种大结局才能爆出来，像这种戴黑袍的，我觉得就是演的时候都不用说台词，直接嘣嘣嘣嘣嘣。对啊、然后你蹦完之后就让对方说话，然后你再接着蹦蹦蹦蹦蹦，甚至你不来也没有关系，找个人替。怎么还没有？盘龙五我好像看过，其实我看过好多小说的，是的，我可能下一集才出来吧。我像那种龙傲天系列的小说，我看了好多呢。黑袍是小四哥哥，你们别瞎说，不是，别带节奏啊，你不要带节奏啊。东皇太一，你走，你才东皇太一呢。不过东皇太一蛮厉害。斗破的动画版，你不要再说了，我都吐槽死了。是你上次给我看那个？对，是我上次给你看那个。斗破我看过。斗破的动画版你看了吗？啊，没看。不想说话，我都心都碎了。他那个就是挺不符合人设的，可能是3D 做的，就是容易脸。脸有点怪怪，懂吗？懂吗？我懂啊，懂吗？而且他画的不是很符合那个小说写的形象，哦、所以就有点难受。虽然我坚持看了很多期，而且，但我跟你们讲，这个黑袍的真的蛮苦的。他那套衣服就是每一次脱下来，一个靴子里面全部都是水，因为热嘛。不是，因为是夏天买的，而他那个衣服是、啊、除了我以外最闷的一套衣服，看得出来。皮质嘛，皮质，除了我以外最闷的一套。皮质当然热。哎，我那套还好了，我那套至少是夏天裙子。古装戏真的很痛苦，厉害。我主要是因为我衣服是纯黑的嘛。你太吸热了，你在那个太阳底下太吸热了。我那有一次简直就巨能还，没有，我就想在特别搞笑，因为他们都是白衣服，你知道吗？只有我一个人是黑衣服。嗯、哎，你全程就那一套。我全程就这一套。嗯，是吗？因为那是我的龙皮。那个衣服坏了，就是、我的意思是啊。而且意思是说，你从头到尾就那一件衣服，不没给你多做几件吗？嗯，没有多做几件吗？就是同一个款式。没有，我跟你讲，快杀青的那会儿，那段时间的时候，我那会儿袖子已经破了，我说要不要换一下吧？嗯，他说再熬一下，再坚持一下。马上杀青，马上杀青了，给我换了一套新的。哇，你居然坚持了五集，你太厉害了！我比你多一集，六集。就是他定命星定他的呀，我是那个什么呀，我是给他洗水呀、啊。热血高校啊，热血高校怎么了？热血高校说你呢？嗯。其次把衣服买回来。这个贵吗？我不知道，因为就是洗了第二天穿啊。啊，电那么快干啊？因为很热啊，它现在洗、啊、风干洗了都很容易干的，挺好。这个反光材质不错，四个月天天穿，这也搭得紧啊，不，这是绿背吧，不，这好像搭得紧，都是搭的，这么厉害，我搭了一个壶，我们搭了一个壶出来，有点太厉害了，我们基本上这种景全部都是搭的，没有特效，太厉害了，我知道，他太了不起了。全职我没看过，好吧，但这种像剧组多要点衣服、嗯、我自己先淘宝起淘宝去吧，对，淘宝可以的，淘宝我可以帮你搞定，淘宝可以，你说吧，我帮你买，干嘛？想穿谁的？男主的是不是？可以给你做一套，什么？不就男主女主的？好，女主也行，马上给你搞一套，我要穿小黑龙的，上淘宝一下，淘宝定制，那是皮，因为我那个真的是皮。是什么皮？对啊，到时候一问是人造皮还是什么皮，反正是一个皮的那种类型，不是皮就是革。对啊，到时候一问，然后就说，然后是我们剧长，就是剧场那个什么，就这个剧里面那个工作人员给亲自做的。嗯、而且你知道吗？之前不是就有那个替身嘛、嗯，然后就是替身穿不了的衣服。嗯。而且我每次就是因为我腰太细了，我那个裙子只是我自己的腰围，就是没有任何人能穿我的衣服。你有替身的那个衣服吗？替身的衣服跟我款不太一样。
啊，我之前的替身也是，就是会有因为我做了一个简单款。嗯，我没有，我替身的裙子比我的长。我替身的裙子比我的长，我的是短的，他们是长的。你替身也难，但是我穿过替身啊，男替啊，女替。你动作戏也是女替吗？没有，我自己啊。啊，挺好的。我动作戏好像他们就有一场好像是用过替身，其他的好像替身都就是暴打皮卡丘，好像没用过替身。我好像替身都是基本上都是暴打皮卡丘，很少用，除非就是说赶不来不及赶场的那种。比如我们三个组同时在拍，我要从这个组到另外一个组，那我从这个组到那个组的时候，然后这个组就用替身，我去那边场，就这样子的情况用替身。平常不用，我觉得还是蛮好，就我觉得拍起来蛮好玩的，我不是很想用替身，每次替身我也觉得，我觉得动作戏很好玩。对，我觉得动作，他们那样，他们动作戏的时候让我用替身。然后我说我要自己，我就要自己。然后别拦着我，别拦着我，我要自己来，别拦着我，放着我来。然后我自己就去了。有声音吗？我打响雷，刚刚。我蹭蹭我的手。我教你打响雷。哈哈。我也能。我估计一天只能打响一次，所以公演我只打一次。一天只能打响。哎，看到没？真的不响了。真的不想了我，但是我左手就不行，左手我一点都没有我。我左手我蹭蹭再蹭蹭我的手汗。你们不会以为我公演那是真打吧？这个我要能打那么长枪，这我也很厉害。气功，我是我气功，那会有气功，关键那有气功来，他打一下可以有很多回音的。对，来。来，外面我们手藏起来，再来，三二。哈哈哈！我出来了，哎，在哪儿没有啊？啊，稍后播出，稍后播出。我吓死我！哦，是这个坛里吗？坛里，这个坛，那个绿坛里面吗？哦，这特效真的。这女孩子是谁？哦，这下面吗？哇哦！你在这下面吧。嗯。哇哦，小四。哇。哇，小四。看到我的特点，看黄金都是我的。你居然不是人形。要原谅我这里面长这个样子。你不是人形啊。他不是，现在什么时候变人形？快。没有。现在就下一集了。不过你下一集可能只有特效，我的天。下一集不会是刚刚那个，然后结束了吧？就结束了吧，你别逗我。哎，也有可能哦。我的妈。还没洗澡，我想洗衣服。一点点伤心，猫手机好烫啊，它会炸的，好吧？炸了。你摸。哇、哦啊，好烫！我煮酒，可以煮面条了。六人没有在六人，气到晕拳。想看小四怎么那么难呢？天老虽豺狼虎踞，虽坎坷何妨？路漫漫，其心远兮。这是啥？居然在这里！你们要拿我的命，你们来拿呀！人将上下而其无所，六国将。他说我今天出来呀。此生此世，为国为家。我吃饱了，应该出来吧。还说你刚刚那个也是出来了吧，算是我小四刚刚就一个特效，嗯，算应该有一个特效，或者就是等下变成人形，然后一个闪光一个影，就是一个眼睛，然后请期待明天，敬请期待下下集。哇，那我跟你讲我气炸了，我跟你讲又欺骗我感情，不欺骗，好烫，我感觉我要关下直播了。现在他们是肯定在上面说别就行，小苏你搞搞这个，别有很多人说不要啊，我就知道，别，拜拜。